啊，插头在哈，啊，安装好吗？它、啊、你如果没有那个软体，它插上去它自己会，它内建。你只要安装，你要完成安装的。用的时候要尽量让它是这样子。那你还有收讯的？它这样子的收讯不好。然后这样它可以转成这样子啊。它可以转，可是这样子没有收讯。就很奇怪啊。没有方向，虽然一样是这样子啊，可是它要这样子才会。哦，对啊，往这边要往里面就对了。哎，它这种差啊。哎。这样子就一定没有收据，很奇怪。一定没有，你试试看。哦，很好笑。这个东西不会这样子撞撞撞的电话。真的啊，我试过。这样做不到、欸。我是慢慢看。应该就因为他们是广告的，不要你如果那时候你那个笔电的软体没有删掉的话，它还是。好的，好的。